老师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阿令。15岁的我，跟现在差很多，是个丑小鸭，因为以前还不懂得怎么样让自己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那个时候也跟喜欢的男生告白，结果失败了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了希望可以得到他的注意，所以就偷偷去妈妈的那个化妆台，让她那个拿她的化妆品化妆。就她一进门的时候，她就很大声说：“干什么？你演歌仔戏啊？”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听叶爱玲，都会学她那个45度角，然后再摆 pose， 然后那个腮红都会画一条，这样就很酷很帅。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去参加歌唱比赛。然后我觉得很骄傲的是，我可以去跟蔡依林、跟江美琪比中广之星，去比 MTV 新生卡位战。那你记得那首歌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？李玟的《过完这个冬季，你是否一如往昔》。遇到15岁的自己的话，你会对他说什么？我想对15岁的我说。其实你现在就很好了，你不用刻意的去打扮，你独特的魅力就可以吸引很多人喜欢你。那你还记得你15岁的模样吗？1月18号第15届 KKBOX 风云榜，我们到时不见不散。